所以安心就是以呢坚定的愿力来安心。那怎样安身呢？我们呢以健康的生活来安身。你刚刚以什么？和乐的天伦来什么？安家，以敬业要群来呢安业。我是很感动的，感动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疫情的时候啊，大家没办法一起到场去，啊，把家里变成家里是道场，啊，在家里这样子共修，我是感觉讲，我自己感觉受用很多啦，就是因为有学佛，所以才感觉敢那讲袂惊吓，吼，啊，对这个疫情安尼，就是。袂感觉讲真惶恐，因为咱有佛法，还佫想讲有遮侪法师，大家共同为即个疫情伫底祈福，所以更加佫较有信心。我每工做早暗课的时阵，我的回向就是第一，就是先回向吼，遐个在第一线的遐个护理人员，希望他们能够平安，啊，希望能够大家。就甲这边的医疗能够当平平安安，吼，啊，就是甲师傅的事他提起来用，吼，就是爱面对嘛，啊，去接受，吼，啊，家己最后也是爱学安怎放下，就是用安尼，啊，就是因为有学佛，所以我感觉我真心安，啊，心安，我就感觉讲爱足会平安，啊，所以我厝内底大大细细拢真平安，感谢佛祖，真经感谢诸佛菩萨。安尼保庇。